我不会走的。山上不具备做手术的条件，你这样做会毁了自己前程的。陈湛，相信我，患者需要立刻手术。我相信你，但是外面的人只相信结果。你这样做只会害了你自己，害了燕兰。现在你听我的，按照程序来，做你该做的事。我不能见死不救。 陈湛，这是我的决定，一切后果我承担。你呀你呀，怎么每次一见我就晕倒呢？谁是见到你就晕倒了？我是去纹身放松啊。<笑>怎么了？你把我放下来，我自己有脚可以走路。你确定啊？我确定。今天这个场面啊，整个消防队的都得来啊！你呀是第一次以嫂子的身份出现。哎呀，你不要脸，人家火眼还要脸呢。什么嫂子？ 难听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我这还没扎呢。等一下，我早上吃的有点多，拉肚子，晚点再扎。胳膊。啊，谢谢。 这世界很酷。